正好啊，还在忙啊。啊，爷爷让我前来看看你，他说你才搬回来住，怕你不适应，所以让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谢谢啊。都已经布置完了。啊。哎。哎。这照片不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修复过的。 就像常见的换脸特效一样，生成式AI也可以用于修复老照片。别哭了，拍照了。哎呦，我看看，不是扑疼了吗？不让你碰我的造型刀，飞凤，这回长记性了。哎哎，没事，不疼了啊。来，咱拍个照，嚷嚷着学做折扇呢，这回还学吗？ 不让我饿，别哭了，拍照了，来，来，吃个糖就不疼了。哎，来，酒酿丸子来喽。谢谢。爷爷说，我跟大家升分了。 所以，需要一个跟大家熟悉的人来帮我敲开邻居街坊的门。秋婉，这种事情你应该去找爷爷啊，那是你亲爷爷。他说他每天很多正经事，没有时间。他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？他呢，早上要去钓鱼，中午要去公园打牌。 下午要去听评弹，临了呢还得去菜市场买菜，给我们做饭。你说他时间这么宝贵，我能忍心剥夺吗？求我啊，行，答应我三个条件。说。第一，不经允许，你们不能随意在大家家门口拍照。好。 第二，你们只能测量记录，不能随意改变大家的住宅。那当然，第三呢？第三，执行处依然女士所有的要求。那你直接说第三不就好了？只说一个显得不够严肃啊。依然，把你没见这次回来为什么对我还有这么大意见？你不记得啦？那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，雪峰。 我怎么了？你能回来吗？是啊。我现在暂时还……依然。当初你选择不回来，后面甚至也不怎么联系我。在我最需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你没有在。外公从小看我长大，我是想回来的。当时我妈。 也生病了，我也很需要你。沈先生，您母亲的心率突然升高。
我不是在找借口不让你原谅我，我在新加坡加倍努力学习，希望可以早点毕业回来见你。对不起，这些年不怎么联系你，是因为我害怕，害怕你反感我，总想着以后能和你见面了。 慢慢把事情解释清楚。那你现在是回来，还是回家？苏州永远都是我的家，还有你。 沈芳，欢迎你回家。沈队，你回来了。他们人呢？出去调查了。沈队，我跟你汇报一下吧。嗯。一号院这几间房子住户情况比较复杂，有没有保护价值，我还要再分析一下。不是每间老宅对文保价值，对于住在里面的人来说，家也是无价的。 学识和经验只能帮助你做判断，但它不该成为你做出任何判断的唯一依据。沈队，我明白，但是有些院子住户情况比较复杂，比如六号院。桂花好了没有？快出来了，等半天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叫呀？小区一个厕所，好吧，大家相互体谅体谅。你也说了，这么多人就这么一个厕所，相互体谅，每一次都我们体谅你。 有这样的吗？小孩子也要上厕所的呀！你急什么急呀？再说了，陆大夫，你家水表曾经不在，我们家的登记在，我也没说过你。不好意思，什么意思？打扰一下，我们是果城。你谁呀你？出去！这是我们私人住宅，谁让我们进来的？别说了，是挺复杂的，但我今天找了一个好帮手。谁呀？ 朱大师其实也没有那么急了。依然姐，你放心上，有我呢。哎呀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又不是来打架的，你别引发误会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。陆大夫，不是，您在家吗？有烟。不好，着火了，着灭火器，抓紧。哎，那啥，救！哎。